我的便衣小黑跑出来了，兄弟们，这怎么办？这怎么抓他呀？回家拿下拴绳吧。我们之前用前引盒试过啊，是装不进前引盒的。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用拴绳把它拴回去。只有这一个办法了，兄弟们，看一下能不能成功吧。来来来，拴他一下。哎，你给我下来，快下来呀，哥，这样我拴不住呀，快下来，大哥，快听话，来来来，下来吧，哥。哎，不是，哦，下来了，去哪儿了？来来来，试一下啊，看一下拴绳能不能拴得住他。完了，兄弟们，拴绳也拴不住呀，这怎么搞？你别在这边溜达了。哎，完了，他和何金傀儡打起来了。不行，兄弟们，如果打起来的话，我需要帮一下何金傀儡啊。我们家里边只有三个苟延残喘的何金傀儡啊，我觉得他可能打不过这个面积小黑。来，我来助你一臂之力，哇，召唤了好多小弟啊，兄弟们。哎，我的便衣苦力怕怎么出来了？等会儿啊，别让苦力怕出来啊！来干他，兄弟们，把他干掉啊！既然留不住他，那就让他消失吧。这个便衣小黑，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收集，已经试了好多次了。哎，我的苦力怕也没了，好气呀，兄弟们！这个便衣小黑是真的气，还拿了我两块玻璃，干他！哎，他没了，他没了，离远一点，兄弟们，他死亡之后是会发射很多残骸的。哎，给我的合金傀儡都吸上天了，不会没了吧？坚持住！哎，坚持住，兄弟，别呀，我的三个合金傀儡，哦，没事啊，兄弟们，还有一丝丝的血，这个合金傀儡只有五个血，这边呢，他的血量还有36滴啊，还可以，我们先用这个拴绳把它拴出来吧。哇，现在我们三个合金傀儡已经是大残了，怎么办？用这个合金锭给它修复，我是真舍不得呀，兄弟们。哎，我想了一下，其实我们还是应该去找一下这个紫水晶傀儡的，它是我们的医疗兵啊，不能让它消失。这一次我们它带回来之后，我把它拴起来，别让它乱跑。它只负责给这个傀儡回血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它参与战斗啊。我觉得这样是可以的。好，我们的想法已经建立了啊，我们去找一下紫水晶傀儡。除了给合金傀儡回血之外，我们还要收集它，所以这个紫水晶傀儡我们是必须要找一个的。我们找一下村庄吧。哦，这边发现了很多南瓜啊，这些南瓜的话我们也需要采集一些，因为我们接下来就要收集这个更多的傀儡了，所以南瓜是必需品，多采集一些。找了很久啊，又找到了一个村庄，这个村庄我们之前好像是来过的，小麦，哎，还有一个，这个村庄我们之前肯定是来过啊，我记得我们之前的紫水晶傀儡也是从这个村庄里边拿回去的，没想到啊，又刷进了一只，好，哎，等等。让它飞起来啊，我们把它带回家，医疗兵已就位。哎，这一次我们绝对不能让它轻易的消失。看一下坐标啊，应该是这个方向，我们一直往家飞就好了，它应该在我们后边啊。好的好的，回来了，兄弟们，把它放下来啊，让它给我们的合金傀儡回下血，看一下它一次能回多少血啊，用这个拴绳把它拴起来，走，找一下我们的合金傀儡啊。OK， 看到了合金傀儡啊，不要跑，看一下45滴血，来吧，紫水晶傀儡，给它回一下，看到没有，哎，回了50滴。一共回了5滴吧，应该是回了5滴血之后他就没有力气了，只能在这边待着啊。过一段时间之后呢，他就会重新给傀儡回血，其实他的体力我们是不用担心的啊。我们先去给他搞一个命名牌吧，防止他消失。看一下绿宝石还有多少啊，18颗，还差2颗啊，20个绿宝石可以换一个命名牌。来吧，我们把木棍拿上，再来换一些绿宝石吧。哎，哇，他涨价涨了这么多，你等着啊你。这个呢，啊，这个没有涨价，可以啊，我们多换一点。哦，对了，我们把水滴拿在手里边啊，可以修补一下它的耐久，哎，很不错。继续换，42颗绿宝石可以换到2个命名牌，紫水晶傀儡。好的，我们去给它命名啊，给你来一个命名牌，你别乱跑啊，我们用这个拴绳把它拴在这边吧。我觉得只要把它拴在我们家附近，有这个受伤的傀儡经过，它就会给这个傀儡回血啊，所以把它拴在这边就可以了。哎，先给它回一下血吧，36滴，来回一下，看一下能变成多少。不出意外的话是41滴啊，来，哎，回了，看一下。啊，果然啊，一次只能回5滴血，虽然说有点少啊，但是总比我们用下界合金锭给它修复啊更好一点。来来来，我们就把它拴在这边吧，让它不要乱跑就可以了。有傀儡经过的话，它肯定是会回血的。好的，那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给这个傀儡打造房间了啊！这个傀儡的房间呢，我们也放在这边啊，和这边对齐啊，一模一样啊，放在这边吧。这边留一点距离。好的，我们在这边开始建造吧。哎呦，这个石砖烧的也太慢了吧，不太够啊，我们回家再取一些啊，家里边现在应该烧的已经差不多了。哎，看到没有，兄弟们，我们这个紫水晶傀儡它已经休息了啊，这就证明它肯定是给某一个傀儡回过血，所以说把它放在这边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好的，第一个傀儡的房间已经弄好了啊，我们第一个房间要收集的傀儡啊，就收集血傀儡吧，我觉得它比较简单啊，我们回家找一些血块还有南瓜头就可以了。好的好的，来吧，2个血块一个南瓜头放上去。
把玻璃挡一下啊，我们挡一格，然后把这个变异药水给它扔进去，变异吧，血傀儡，来了来了，兄弟们，能不能变异成功？50%的几率啊，啊，这都失败了，好在我们还有变异药水啊，我们继续。